台北的同学来嘉义玩，我们那边养猴子，说没脸，那怎能买？那是猴子啊！对，台北的。有一个地方叫百慕达，我迷路半个小时都绕不出来。对，是我每次开车绕绕绕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又绕上去？是上来那个就是地府岭啦。嘉义的凉面呢，一定要加美乃滋。我来台北吃凉面，我是刚好摔筷子，胖，这不是我要的凉面。后来他就今天晚上10点，行当午饭。